在印度打工压力一样咁重。咩年纪咩人我都教过嘅，刮木箱好啱唔啱？刮木箱，刮木箱。去到数学嗰 part 咧，就真系我自己都大压力啊！用计数机我都错咗一题。老板一样咁凶，佢就系我嘅 boss 啦。晨早流流落恒河，洗衫咧系好冻嘅事。Boss，OK，good， 闹我。两面不是人，今晚10:30，99台 View TV。